哎，熊啊，我真心觉得我们家应该置办点家具了。你看这个地方像刚被抢劫过一样，我想坐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说是不，熊？熊，你怎么了？哎，怎么还喝上了？叶子，还是你关心我啊？好哎，不是不是不是，我只是觉得你喝酒没有叫我，这一点很过分。我看看什么酒啊，Andes Nevados Mendoza。听起来像个好酒的名字，我尝一口。哇，熊，这酒怎么这么辣？这是什么酒来着？好酒，你还小，回头就知道了。叶子，你说我最近这是怎么了？啊，你看刚来美国的时候，不认识什么女孩子，好不容易认识几个女孩子，接触久了，发现她们通通在国内都有男朋友了。好不容易认识几个在国内没有男朋友的女孩子，发现她们在国外都有男朋友了。好不容易认识几个在国内国外都没有男朋友的女孩子，发现她们居然对男人不感兴趣。好不容易认识几个在国内国外都没有男朋友又对男生感兴趣的女孩子，但打是。住！我懂你想表达意思了，所以不要再说下去了。你知道最惨的就是昨天，学姐不是给我介绍一女生吗？我给她打电话过去，她光说一哈喽就没动静了。我在这郁闷的呀，我的确是按芊芊说的办的呀。我先介绍了一下自己，又问她吃哪儿的料理，我没做错呀。难道是她是水星来的，我是火星来的，有交流障碍？哎呀，算了，熊，我给你剧透了吧。昨天给你介绍那女孩子，就是芊芊。什么？是芊芊，哇，是才貌双全的芊芊啊！我怎么有种莫名的幸福感呢？切，看你这死样！哎，我听小慧说啊，今天芊芊在那练舞呢，赶紧给人家加油助威去。那个大川，借我你车用。哎，别去了，别去了！大川一早就跟小梅去学校弄那什么地图编程，你呀，赶紧骑你的 scooter 过去，不然来不及了。哎呦喂，这又怎么了你？叶子，芊芊是个女神，我再进化一千年也配不上她。你再进化一千年，你就变成一乌龟了，你当然配不上她。哎，说吧，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芊芊啊，小叶子告诉我你今天练舞，所以我就来看看你，给你加油。谢谢啦。怎么满脸是血呀？你等一下，我给你擦擦啊。好了。谢谢啊，昨天不好意思啊，完全不知道是你的。其实不好意思，应该是我不知道电话里是你，昨天有点尴尬，有点意外，所以我也没勇气在电话里讲。芊芊，我们先走了。拜拜，辛苦了，辛苦了，拜拜。哦，对了，我下午要教一小朋友弹琴，他们要准备一个北卡 fundraising event， 8月份就演出了。那我送你去吧，支持爱心活动也是我的本分哦。好啊，那我们走吧。走。姐，你跟我一起去兜风吗？
歉，晚上和我去吃饭吧。等一下，我先来的。好，你有讲什么先来后到吗？倩倩，我给写了一首诗。啊，倩倩，怎么样？还可以吧？我想一晚上的哦。哎，你车呢？嗯，就这个咯。你要是觉得太挤的话，你坐他们的车，我也 OK 的啦。没事啊，我特喜欢坐 scooter， 我觉得有一种兜风的感觉。是吗？嗯，那快上车吧。好呀，好呀。最近有没有好好练琴啊？好乖呀！Katrina， 咱们把上次练琴的再复习一下，好不好呀？给你修，讨厌！哇哦，就连人家纯洁可爱、中英文精通、会弹钢琴的，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小女孩都觉得你是坏人的话，哎呀，那看来你确实没有救了。不过话说回来啊，你怎么就这样回来了？芊芊呢？你不应该约她去一个稍微高档一点的西餐厅吃个晚饭吗？哎，算了吧，我跟芊芊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她美丽性感不说。舞跳的又好，钢琴弹的又好，有这么多宝马帅哥追，再看我呢，就是一个骑摩托车的屌丝留学生，他怎么会喜欢我呢？等一下，也就是说你现在把芊芊一个人丢在家里，让他没地方吃饭了？哎，小慧呀，晚上咱一块吃饭吧。今天不行呀，我测试仪刚到了设备，实验要到很晚才能做完。对了，我冰箱里面有很多材料，要不你做烤鸡吃吧。烤全鸡哦，我没试过哎，今儿晚上试一下也行。不会吧，我说了那么多你就记着一句我把芊芊落家里了？你对自己太没信心了好吗？那你回想一下芊芊当时看到那些宝马帅哥的时候什么表情？好像是蛮无奈的。那他看到你的 scooter 的时候呢？还有点开心哎，这不就对了吗？他不仅没有去坐那些宝马，反而很开心的坐了你的 scooter。嗯，这说明他根本不 care 那些奢华的物质享受，对吗？嗯，还有追他人多又怎么样？他最后只搭理你一个人。根据我的分析啊，芊芊他要的不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而是一个真正懂他的人。分析的有道理。人无完人嘛，芊芊他自己也肯定有自己的无奈。你如果在他身上找对了一个突破口，成功的打动他的心，那你的希望就大了。嗯，我根据你的情况，这个概率……得了，你还是别算了。拿你的概率论，把我再算成小概率事件，那我们就要更加绝望了。哼，哎，那火警响了。啊、哦，是二楼，不是咱家，没关系。二楼啊，没事。二楼，芊芊。芊芊没事吧你？芊芊，老公，快！哎呦喂，怎么那么大的呀？上次来，上次把人摔下去。哦，上次了。哎呀，我真是太笨了！我想今天小慧没法陪我吃饭，我就自己试个烤全鸡，结果就成这样了。没事儿，小试过。
不就是烤鸡吗？不过下次记住了，不要用550度，这哪是烤鸡啊，简直就是火化嘛。烤鸡是一门艺术，需要合适的时间和温度。嗯，你要是冰箱里还有只鸡，我来烤烤，我有经验。好呀，有一只，那你快试试吧，我快饿死了。没问题，交给我了。哎呦，烤熟了。当当当当，刚出炉的烤鸡哟、哦！哦，好香好香啊！一人一个鸡腿吧。好啊。芊芊怎么了？烤的不好吃吗？嗯，不是，我就是。有点想我阿姨了。阿姨？嗯，阿姨就是我以前的保姆。嗯，我从小父母特别忙，我妈是做外贸生意的，经常出国，我爸应酬特别多，很少有时间陪我，所以从小就和阿姨特别好。我记得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城里一家烤鸡，阿姨能为了给我买到新鲜的烤鸡，经常一到周末就起个大早给我去排好久的队。唉，后来我出国了，也好久没跟阿姨联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你这么想着她，她现在一定很好。嗯，谢谢，希望如此吧。从小我妈对我就要求特别严格，一直让我学跳舞、弹琴、唱歌，大了后还擅自给我牵红线。和我相亲那些男孩都是他商务伙伴的儿子，我都已经沦落成一个商品了，我当然不能答应了。所以后来跟我妈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多。所以你就 blind date 去认识一些从来不认识的人，想重新开始。嗯，对，然后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呀。所以你先说。嗯，所以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你看你这么善解人意，我又这么能叨叨，我们可以做无话不谈的好闺蜜呀。高峰怎么了？哦，没事儿。行啊，我们做朋友挺好的。你看你想找一个不知道你故事的人，你的故事我都知道的差不多了，我们不适合，我们还是做朋友挺好的。嗯，谢谢高宗。啊，对了，刚才你要说什么来着？哦，就是想问你以后能不能再去看你跳舞。当然可以啦，我过一段时间还有一表演呢，我们还得加训一段时间。嗯，欢迎你来看呢。好的呀。哎，我发现地图编程真的不错哎，这样就可以为可视化程序提供很多方便。今天又学到了很多，谢谢你啊。没事儿。哎，不过你记得使用函数的时候得引用加载项，要不然程序不能编译的哦。好啦，你今天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哎，对了，你下周还有时间吗？我可能还需要你辅导我一下。嗯，那我觉得我要开始收学费了。啊，梁老师，那我下周请你吃牛排。干嘛？约老师吃饭，想搞师生恋？讨厌。哎，高松。哎，大川小梅。好巧啊。是啊，真是相当的巧啊。哎，你怎么了？拉个驴脸啊。我跟芊芊只能做朋友了。哎，怎么回事啊？快跟我讲讲。